老板没有跟我大小声的，我们直接干他怎么样？就我们这把游戏就结束了，咱俩以后我们俩天下第一好，一模行不行？谁跟你天下第一好？哦，他是，我也可以带你去干他。他好像是白金组的，他好像是白金组的老板。白金是吗？对，白金是吗？我们直接干他。我也可以带你去干他。什么时候干他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干他。谁跟你天下第一好啊？不是，夜魔，我们这样，我们让他来打 VAC， 我去给他弄过来，让他打 VAC 的局。人家白金怎么可能跟你打 VAC 的局啊？不是，我想办法呀，我想办法呀，不是干个白金不就捏小鸡吗？捏小鸡，行不行？你有弹幕说做人得有诚信，发了就推，行。但是我刚才答应他是发了，我考虑一下。够意思了，我他妈今天都上了。但是有谁有这么要求？那里行，我听你们的。两个蓝陪过来，他还是这个逼样子，我就受不了了。我推，这推了好吗？好吧，看在你们的面子上，我推了，真打不下去了，真推了。行吧，不然的话我高低这把是不可能推的。等你妈，等，快点推了，等，这能等下去吗？确实高德米，我推。我推，不是这是能等下去的事吗？等不下去了，快点让对面，要到我们快点让对面推了。杀人了，姐，请我推。你的能力在哪里呀？你杀了14个，人家杀了92个呀。推，对对对，夜魔拆了，咱俩天下第一好，夜魔。推，谁跟你天下第一好？再发一张，大家一张没有看过瘾是吗？我毙了。你滚，你赶紧滚，你。多说一句话不想听你说，你麻溜滚，搞快点。OK。不是，夜魔，你刚刚还说我们夜魔呢。夜魔，我再给你发一张，你能不能接我的单？那你先发的。不行。哎呀，星星，我们俩好姐妹，有我的还会少你的吗？那你先发。谁跟你好姐妹？你刚刚还说我呢。我没说你呀，我以后不说你了好吗？虽然说咱们三观不能跟着五官走，但是我们偶尔还是得看看五官的，对不对？没毛病吧？你夜魔呢？你刚刚不是这样的，你不是跟他道歉了吗？我跟他道歉了呀。道歉没用，没用，不是发几张照片就可以解决的，不行，他跟我才是天下第一好的。那咋办嘛？夜魔，你说怎么办嘛？哎呀，夜魔呀，我可找不到比你还厉害的男陪了。身材还可以的，星星，你星星真的这么大？你听我说，有我大地雷，我靠！好吧，咱俩真好姐妹。你刚刚都是不跟我玩了，大地雷，我跟你玩，我真跟你玩，你塑料，我不跟你玩。我前面是你的问题，真是前面真是我的户外了，户外太尴尬了，真的上次他妈户外给我整的，我真的知道给我整头皮发麻，应该这样我。哎呀，夜魔，你不要接他的单，你要接他的单，万一他要打我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星星姐，我不会打你，肯定不会打你。咱既然误会解开了，我肯定不会打你。对呀，我不可能打你呀，而且我本来也没怎么招夜魔，就是因为上次也输这么惨，你知道吗？我很生气呀，我在想一个陪玩干嘛要跟我作对，你懂不懂？我想今天这样他肯定要记仇。我真不记仇，我不会来搞你好不好？哎呀，不是真的，我哎，你们这么搞下去我打不了。哎呀，不然每次都让我输这么多。夜魔，我真知道你的实力了，我错了。错了。哎，对了，周杰，234个头翁，阿七听到了吗？知道自己跟别人的差距在哪里了吗？嗯，他叫夜狐，你又叫错名字了。他叫夜狐，我知道你贵人多忘事。夜狐，你听到了吗？知道差距了吗？夜狐，我不知道差距。现在他叫屎盆子了。我觉得他现在他如果敢跟我单挑一盘的话，他完全赢不了我，他完全赢不了。就他那个技术他不配赢我。真的吗？有能耐是真男人就跟我对线一把。激将法。敢不敢激我。激我。不敢。你快改啊，屎盆子。我不可能改名字屎盆子。改屎盆子。
改名叫屎盆子。嗯，怎么样？咱们俩这样，嗯，我要是赢了，我就不改名字了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就叫夜壶。那你要输着呢？不是，你怎么还敢跟人家 solo 的呀？你看看你差了多少人头啊！真的假的？你哪来的胆子啊？我想问问。不是 solo 比什么呀？我不可能再。我就问这个夜魔，你敢不敢跟我 solo？ 你敢不敢？我敢呢。不吱声了，刚才不还是叫的吗？现在怎么不敢说话？我敢跟你 solo 呀！我敢跟你 solo 呀！啊，你跟你姐说了那么多，不敢说话了是吗？你还好意思说话？不是，我敢跟你 solo 呀！但是有个咱得对吧？是什么？那我凭什么跟你 solo 呢？你给个理由啊！这个算我自己单笔行不行？算我自己单笔。你有个屁单呀！你有单？父子局输了喊爸爸，行吗？怎么样？可以，我可以不死局，咱俩谁输了谁喊爸爸，我敢。你敢？人家跟你我敢父子局，你搁这不死局。父子局行，父子局输了喊爸爸，好吧，来就来，不能玩不起，行吗？这把如果我赢了啊，我再附加一个条件，你不光要叫我爸爸，还要还我的名字，可以吗？那还你名字？那我赢了呢？那你不仅要喊我爸爸，你还要干嘛呢？你说，规矩你定。咱们俩就 solo 一把 solo 一把。行，来陪你玩一玩好吧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来拉吧，我们开，我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 solo 王。 solo 王这么牛逼，咱们把老板也拉进来，让老板也观战一下。拉我，拉我，对吧？行行，我看看你还有多少积分啊。我也要看。对，你有多少积分？我还有900多。你有900多积分。怎么行？确定是吧？我确定我还有900多。那我们就比800积分单比。我的附加条件是吗？啊，单笔800积分。行，可以，800积分而已，来吧。嗯，来，今天让谁赚了500块钱来的？我都忘了。他妈气死了！你他妈赚500块钱，害我输这么多。哦，今天是你用那个积分卡换了500块钱，是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就跟你比，你看我这把赢回来，我就跟你比800积分，再额外加个父子局。你这把跟我赢回来什么呀？好吧，你俩搁这打父子局，打自己的积分就要给我赢回来呀！我已经不看好，已经不需要你啦。来，跟你玩一玩，嘴硬，嘴硬，来来，不知道谁嘴硬，来吧，来，给他留个100吧，人家也不容易。给他就留个100，好吧。我要跟夜魔在一边。叫助理，我发信息给助理。等一下，咱们打什么英雄？什么英雄自己选呗，什么英雄、自己选。行，那就自己选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好。等一下啊，等着吧。我跟说一下。OK， 我跟他发个信息，不然还有一个呢。我也跟助理说一声，不然他妈你不赖。我也跟助理说一下，赖。比积分是吧？跟他比比。我跟助理说完了，那比比没事。来来来来，夜魔来，咱俩一边。来，我先跟夜魔在一边的。我进来了。哎呀，我跟他一边怎么了嘛？我进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跟他一边。他们俩不
不是他们俩打 solo， 我们三人一边行不行？好、啊，你们俩都跟我一边啊？为什么我要跟夜魔一边？不是他们俩打 solo， 我们俩又不打，你一不一边的不是一个意思吗？行行行，你们俩、哦、不一边显得贴近一些吗？哎、两位姐姐也别吵了，两个都来我这边吧，好吧？来行行行，去你那边看你怎么输的是吧？好好好、嗯、两个姐姐都来我这边吗？一血一塔一百刀，我不想跟他一边，就真就不看好我是吧？行，都去那边。星星行，咱俩今天就看好他怎么输，误会解除了，咱俩还是好姐妹好吗？星星玩中路啊，一血一塔一百刀啊，好吧，好好好，一血一塔一百刀、嗯、行可以回家，嗯，只玩中路啊、嗯、可以回家，嗯，指完中路，指完中路，嗯，指完中来，嗯，看看你的实力。我什么实力还用你看吗？你看都看不到。你什么实力？你一晚上给我输了多少的实力？自己算一算，这边将近五百个头，还不止五百个头。我操！是是是，把五百多个头的实力，看我这把，你太有实力了。看我这把，你太有实力了。你这是实力的王。你再信我最后一次，看我这把 solo 表演。你牛逼，你他妈还不如你那兄弟的半根，真的，他好歹还能给我杀几个。好 ，OK， 教你做人。教我做人。我给你实力上了，真的，你那太有实力了。比我上次看着吧，就是比我上次输的还多呀！我去看看。狗头，不用你现在在这叫嚣，你看我怎么打你就完事儿了。狗头可以，狗头还是可以的。游戏开始了，他玩的啥？火男。哦，厄斐琉斯坏了。第一把厄斐琉斯表演赛乱杀对面，这个是你吧？狗头是你的？哦，我玩的狗头，他玩厄斐琉斯。第一把表演赛他不就玩厄斐琉斯吗？那你为什么打比赛你不玩厄斐琉斯？你演你老板？欢迎来到英雄刀不锋利马太哎，对呀、啊，不是说什么厄斐琉斯是谁的招牌吗？对，他演他老板，那就更加得投诉了。那个周宁。怎么没有、啊、那个卡萨丁？卡萨高投诉的好吗？我怎么可能只有一个救火英雄呢？我拿出我的厄斐琉斯没有问题的。那个我记错队伍了。单挑赛肯定要拿。姐，离我远一点，离我远一点，你直接在很远的地方看就行了。好、哦，没事。我去做队伍了，脏死了，脏死了，跟你这个脏屎尿盆子在一块儿。夜魔，你这英雄能 solo 吗？你就好好看着吧，你就好好看看我怎么赢对面。能 solo 啊？晦气，能 solo 啊，很必须能。我在后面看你呢。哎呦，装起来了，装起来了。妈的，人头局不玩厄斐琉斯，你 solo 给我玩上了是吗？因为 solo 他首先跟我比积分了，还有父子局，他肯定很认真呀。那人头局反正输的是你，他赢的反正打我的就乱打呗。啊，那就这样啊。没有，是不是？先别说话，先别说话，有点影响我的操作。先好好补好这个刀。我主要选吴亦凡，是要选一个适合 solo 的英雄啊。你人头局呢？人头局选的就是适合出洋相的英雄呗。不适合拿人头的英雄啊，直接点燃耗我血线。我先把点燃用了，早用早 CD。666，早用早 CD。游戏理解是吧？这么细，我不是你马太瘦，你拿什么跟我斗啊？烫，直接血出一个点燃，烫死他！哦，哎，我的血量比他健康，姐也就敢用 E 技能了是吧？也就敢健康，也就敢。哎，每个英雄都有每个英雄的特点，你管我怎么玩干嘛呀？行，你这种嗯，包健康的。嗯，哎，走位，还想走位？啊，没事，哎、好，嗯，行，没事，好，嘴硬，好，别让我逮着了啊，逮着你就遭老罪了。哦，再打他一下。好，别 Q， 嘴硬，难受死你。嘴硬，就得折磨你。好，折磨我，折磨你。好，啊！哇，你伤害这么高啊！
玩的就是游戏理解。好，游戏理解，好，我让你理解，看着吧，看好了。但是你要死了，但你要死了，哦，又打了，没有吃呢，死不掉，被打了，死不掉，我还有小血瓶，死不掉，好，被打了，你也吃药，好，我不吃药，对呀，还不给我，好。